嗨，大家好，这是六月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，在 Santa Monica 来介绍一下这边的风光啊。今年2023年天气特别凉快啊，到了六月也不见啊，很热的天气。好，谢谢 ，Enjoy。这里是 Santa Monica Pier 的开始 ，Pier 就是搭在海上的一个栈桥，上面有一些活动啊，像是游乐场、餐厅和艺人表演。现在我往前面走，左边是一个餐厅，是卖龙虾的餐厅，蛮有名的。这右手边是海啊，就可以看到是太平洋，有很多椰子树。这是一家卖 burger， 就是汉堡的，叫 Pier Burger。右边是海，游客在休闲冲浪、游泳、晒太阳。这是一个卖小玩意的小摊子，这是另外一个。基本上这 pier 都是用木板搭成，我们看到的地板上都是木条，一块块的搭起来，走上面很舒服的。这是一个游乐场，叫 Pacific Park， 我们走进去看看。摩天轮，另一个角度看摩天轮啊，过山车，我可以听到尖叫声。非常热闹，现在已经是放暑假时候了。另一个角度来看摩天轮和过山车，海浪，海边有冲浪人，有做日光浴的，冲浪的。从左向右看，从右向左看，一望无际，这是太平洋了。我也可以看到有些钓鱼客和一些观赏海景的人啊，这是一只很好玩，这是一只海鸥啊，不怕人啊。我在看他，他也在看我。Pier 上面的艺人，另外一对艺人合唱，声音很优美的。这是从 Pier 的尾端往前面看，可以看到摩天轮。这是 Barber Gun 一个餐厅。Hello, what part of you too?
take the elevator and make a left. 好。这是餐厅的内部。杰尼 Forest， 这是《阿甘正传》里面的人物啊，这是《阿甘正传》的主角。这是餐厅，往外看，看到海。Bob Gum 标志。这是 Clan Chowder， 这是餐单上的 Clan Chowder， 有点不太一样啊。这是 Fish and Chip， 这个是 American Burger， 谢谢收看。